Yeah!
喇叭一根灯，二二二二二二，但是我人无一好，准备着乔装改扮如此朝，但愿得让你乱着龙宫龙宫龙，此去杀贼将行抽藕包官叫他天王回回踏踏无处逃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是笑死你。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那儿藏着。摸门儿。林大哥，太君把他交给我，不行。